场新八号机点火一言再言，最新设定五月底的时限又跳票了，原因是同胞商日商完红工程品质不佳，上个月梅雨封面一来，场内漏水严重，导致测试的作业无法进行，这让经济部次长曾文生大为发怒，下令检讨原因，加速排除。台电表示呢，目前已经恢复测试，六月中旬一定会点火。